你们是花钱上这起哄来了啊？谢谢。嗯，这地儿我没少演，来好几回了。对了，老山鸡哈。啊，洛杉矶怎么说那个？洛杉矶，洛杉矶。对，美国好多地儿都去过，洛杉矶咱们演过，演过。旧金山是。拉斯维加姆斯，新疆啊，拉斯维加斯，加姆斯不是加姆斯啊，不是加姆斯，那东北那是、嗯。好吧，今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。嗯，在历史上来说，20年根本就不叫事儿。哦，对帮说相声来说可不容易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破费了各位，谢谢。上边还这么些人呢哈，刚看见还一二楼那是。哎呦，真是。啊，留神不要掉下来，下边 VIP 你掉下来得补票啊！嗨，什么话呀，这叫真好这，哎呀，你们是买不起下边不不，请原谅我的坦诚啊！谢谢，我还是那个。说相声的小学生，我叫郭德纲，这真客气。哦，那么说这么些年来，在这个行业里面，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可干了不少年。别介绍了，怎么回事？你要不打算介绍我，你就别往我这儿比划一下，行吗？这玩意儿多尴尬呀！你不用介绍啊，没人不认识您啊，这倒也都熟。嗯，你瞧，你瞧，你们认识这人。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啊！啊，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，这是大人物。哎呦，您别客气，撑得起是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。嗯，表演艺术家呀，这在网络上这是骂人的词儿，这是。没事，少上网啊！这叫什么话呀？还不让人上网？艺术家表演，我认为你就是艺术家啊！艺术家谈不到。一代松狮，哎，狗，狗啊，是怎么着？松狮怎么说那词儿？松狮，棕色的哈啊，以棕色的为主。不什么呀，啊、就叫松狮，一代松狮。哎呦，您过奖。你这这听相声没有不认识于老师的？嗨，那个车震一时，真的。这都什么话呀？你还一时。不，一时管不了一世啊！哎，对，我车震一辈子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好，你了不起啊！我给，嗯，明震一时，明天，明天车震，今儿不去啊？明震一时，行，反正夸您呢。这您说那就不是夸我的啊！老百姓听相声净夸我们俩人，说的我特别惭愧。怎么呢？哎呦，郭德纲、于谦说相声好，好什么好？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您各位捧。真实话实说，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、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，会有的。乖，这对，等着吧，会有的啊。嗯，这个你老夸我，真特别惭愧。嗯，有一个成语就说我说浪得虚名啊，这是浪得难受啊。反正我们俩都是浪的。嗯。相声怎么能说好？嗯，难了，是吗？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。哦，有没有这大褂，有没有这桌子，跟相声好坏没关系。对，这都无所谓。说相声，说相声最重要一点，说相声最重要一点，首先得说是什么？你听懂他们说是什么了吗？听懂了啊，说于老师三大爱好是吧？人什么时候说这三大爱好？你看我给你叫个号啊，于老师三大爱好。耶，行，就别叫号了。什么？再来一遍？没谁，不是你们老喊这个，这票就亏了，你知道吗？
花这么些钱喊这个，这也就是听相声啊，你台上台下搭个茬还行。我可提醒你们，芭蕾舞、交响乐，你们可不能这样啊！人那也没有那个保安给你弄出去，打得稀碎稀碎的去啊！怎么能把相声说好？第一，健康。这怎么跟健康还有关系？真的啊，都想当艺术家，怎么当艺术家？健康、啊、怎么呢？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，你把那仨熬死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哦，您这么理解这问题是吧？35死一个，嗯，47死一个，嗯，52死俩，啊，嚯，反谁活到最后，你自个儿一个人熬着95，那你说了算啊？就没有人抬杠了，他没有话语权啊，嗯，就剩你了，所以健康很重要。是，但是我们要说句实在的话啊，嗯，毕生追求就是雅俗共赏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，但是很难。是，雅要雅的那么俗。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而是还很辩证，这关系雅到极致不风流、哦、特别雅，你别听那个啊、嗯、就必须得雅，你真特别雅了他不来了。是吗？雅还雅得过昆曲吗？哦，昆曲是，昆曲太雅了。嗯，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得什么举子呀什么秀才捧本康熙字典、哦、听昆曲。哦，他每一句话都有典故、嗯、你不知是什么，太雅了就没人听了，就完了。太俗也不行。是吗？好，于老一上台把裤子脱了，这对哎，这明显的行啊，这谁说不行啊？这都澡堂子派来观摩的，这都是雅中要有俗。哦，无与你焉有荷花。是，所以第二点就是文化很重要。嗯，在这行里边这是最有文化的。你这一就捧我干嘛？你看呀，比如说啊啊，观众找到后台，郭德纲给我签一字吧。哦，接过笔来给人写郭德纲仨字，就签名吗？于老师签个字吧。来找我，于老师把毛笔掏出来了，用毛笔显得见身份呢。好家伙，颜、啊、德了墨添饱了笔，哦，写于谦俩字儿。嗯，哎，回来吧，哎，哎，行了，不是。我这名字里还有俄罗斯的血统是怎么的？怎么那么长啊？这个竟写错。哎嗨，那就更不怎么样了。这个毛笔字画画也好。哎，我还喜欢画两笔。40多岁的人了还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进修啊、哎、从基础学起嘛。老师您好，我是于谦，我来学画画了啊。哎呦，于老师您好，哎呦，真难得你还挤出时间来画画。你瞧，我喜欢画画。哦，那个培训班我可以参加吧？可以。有没有那个人体素描啊？我怎么单学这个门类啊？就是那个大姑娘小媳妇不穿衣服让人画。流氓吗？这不是，就反正在男男女女吧都坐着人画那个班。我要、啊、我报名、啊、我学这个。报名真去了。哦，两天就不去了。费这么大劲我怎么两天就不去了呢？嫌冷。我站在那儿脱光了让人画去了是吗？那是冷啊。这个很厉害啊，敢脱那错不了。这个琴棋书画方方面面在我们这行里边都是这份的。我这好学，人家这个家庭在那摆着呢啊。哇，覆盖面就更广点了。这个嗯，人家老于家在这行业里边 啊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。宦官之后干嘛？官宦之后。官宦之后、啊、你把那官搁前边。想当初他的曾祖啊在清朝的皇宫里做过官。对，有过这么一任官，好像是二品啊还是从二品，这个记不清楚啊，品级是不低啊。嗯，好像是、嗯、他的曾祖父。对，在清宫嗯负责鹤顶红品鉴。嗯，这个官运不会太旺吧？好像上任的当天就殉职了。嗨，那就是当时就来活了呗。嗯，好像就抿了一口。哎，这沾舌的就死那东西。嗯，不容易。嗯，他曾祖，他祖父也很厉害。是吗？那允文允武，少年英俊。
文武双全，可惜就是英年早逝，去世的早，嗯，让日本鬼子给杀害了，是，就是那个年代嘛，那年才四岁，是。他奶奶不容易，就这十多个，哪有奶奶呀？七八个孩子，四岁还有奶奶呢。没有啊，四岁就死了，那就没我们后边这汁儿了吗？这不就是街坊帮忙呗？哎，这不用不上，用不着。落一好人缘、嗯、没有，嗯嗯，最厉害就是他父亲了啊！哎呀，要说于老师的父亲啊，你往你这儿拍呀、啊！说话说话说我父亲、这个、往你这儿拍、啊这个，我真得批评你了，真的。怎么了？你要说俩孩子说相声，一个八岁，一个十一的，嗯，俩人站一块儿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。观众会觉得很厌烦，这不爱听这，就这俩倒霉孩子怎么这么讨厌？贫，这个岁数谁是谁爸爸，怕什么了是吧？哎，这什么岁数也得把这弄清楚。无所谓的事，真的有所谓。有问的我就承认，这我不承认。这人没意思，就在这儿是吗？可不是，你说清楚。我其实就是顺手一拍，你甭顺手，不用这手，不许这样是吧？对了，啊，就于谦的父亲呢、啊？这个你这还带着二楼是怎么着？差不多得了，你这什么呀？这多好，这手我也不用，这手不用啊，那就这手了。这谁都不落你这个，真的啊，玩笑说玩笑，啊、不是玩笑。这个能有今天这个成绩，你得承认，您的父亲确实家教有方。那是我们家教很严格。好家伙，他们家就姐儿俩，啊，我还有一姐姐，还有一姐姐，是北京城高考的状元。学习的尖子，学习真好。是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啊，到那儿是留学去了吗？这个我也问过他啊，我说姐姐为什么要去东莞呢？嗯、啊，兄弟怎么着？姐姐要从基层做起。哦，好棒哎！行，他您瞧他挑这层啊、嗯，他爸爸就管闺女，管他姐姐，这是得管。这个是这。不好好学习不行，没、啊、不好好工作不行。哦，啊，这不要轻易交男朋友，是吗？家教严呐、啊。哦，也别说，人姐姐真做到了，是吗？二十岁之前只往家带过一个男孩，哎呀，到岁数跟他爸爸吃了个饭，喝了个酒，嗯，嗯还有老头翻脸了，怎么呢？不行，这不能，这不能当我女婿，为什么呀？这小子不行，酒品也不行，人品更差。不何以见得呀？就跟我吃顿饭喝点酒，他说给我找个小姐。这孩子也是喝多了，我最恨这个说了不算的人。哎，对。哦，这小姐要找了，您就同意了是吗？不要瞎说啊！这叫什么家大人呢？老头在我心中那是很神圣的啊！我没见过是这么可爱的老头，是吗？这么有魄力。什么叫有魄力？八十年代所有人还追求铁饭碗呢。啊，我挣35，哎呦，我一个月42，嚯、哦，都舔着脸还追这个时候。啊，人他爸爸把工作辞了，干嘛？当个体户，那叫下海做生意了呀？哪那么容易呀、啊？啊，这是不容易啊！家里这点钱全搭进去了，又赔了。后来找朋友借钱啊，也扔里边了。你瞧瞧，到后来他父亲欠了一屁股债，嗯，还不上，那欠很多，真着急呀、啊。怎么着？自个儿想实在不行啊，嗯，就把这一屁股卖了、嗯、这个你跟他说一下啊，欠债还钱去，卖屁股没用，知道吗？嗯，这窝窝戳戳看见了吗？什么叫窝窝戳戳呀？老头赔钱了。赔钱了、啊、这欠一屁股债是北京土话、啊、真正赔钱了你不还得给人钱去吗？不是，他得挣钱好还钱呢。是，那怎么挣？你挣钱不得卖点东西吗？你卖什么呀？你说 就卖呗，是吧？不是，卖什么呀？不就是老头想我卖什么呢？啊！最后老头一咬牙，得了，啊，卖身。这个有勇气，列位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卖身，还不如卖屁股呢。好在那是局部啊，那个。那么大岁数啊！什么你卖身？老头卖身去，你也说得出来？怎么回事？他上东北卖身去，多冷啊，那地方。又不是跟街上，你废话，你这个、啊、当真的说是吗？不是，什么卖怎么卖人参？不是，你们平常都这么说话吗？比这还牙碜呢！哎，这好，
我还得念这个卖人参，你把人字说清楚带出来，哪一个字怕什么的、啊、不行，差远了、他父亲是个卖身的人，对啊，搁后头了，搁哪儿？搁前头，搁前头。他父亲这个人卖身，哎，又过去了，过去坐下卖人参，你不会说麻烦死这个玩意儿吧？多新鲜呢、他父亲去卖人参，这就完了吗？东北吉林长白山野山人参啊，够六两就值钱了，是够七两就是宝贝，嗯，要上一斤那就了不得了。那是他父亲卖的人参，五斤往上、哦、水萝卜是怎么？我爸爸上东北卖萝卜去了，又白又胖，哎，这还是象牙白的，做汤也行，炒吃都行、哎、废话，你得卖真卖身，不懂不懂不懂，反正发财了啊，反正是大人参让他得着了。哎呦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，有钱了。那是八十年代中期，老余家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，那时候就全了。他父亲戴那金表75公斤，这是金表，这是水表啊，这个75公斤，还那表带124斤，好，加起来300来斤。早上起来，全家四口人给老头把表戴好了，老头跟家里待一天，哎，这锁狗呢是怎么着？不让出门拿表坠着，这是。那几口下班回来开开表，老头活动活动。哎，对，这外边跑圈看印儿去了。哎，屋里边正当中，25英寸黑白大彩电。哦，这到底是黑白的，是彩色的？我们看是彩色的啊，你爸爸看黑白的。凭什么呀？因为他父亲是这个色狼啊，色盲，很忙，这个色狼，好，就叫色盲，色盲，对，哎，嗯，这边俄罗斯进口3开门电冰箱，嚯，这三开门怎么用啊？上边冷冻，中间冷藏，底下掏炉灰，哦，连火炉子都有了。老头看屋里，我什么都有了，满意啊，我就差一个会洗衣服的机，今天我要花钱去买。别买了，怎么了？那叫洗衣机，还会洗衣服的鸡。现在哪个鸡管洗衣服啊？哦，什么？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？我竟无言以对。洗衣机啊，洗衣机，嗯，什么都有，宽宅大院。啊，哎，雇那个人，管家，嚯、哦，厨师，这都佣人，司机，哼，花匠，哎呦，遛狗的，瞧瞧，丫鬟，还有丫鬟，好大户人家没丫鬟哪行啊？有的人伺候着，雇了4个大丫鬟，四个呢，18、19岁，20出头，嘿，漂漂亮亮4个大姑娘啊，进门来，你父亲给改的名字，还得改名，丫鬟进门得随主人的呀，叫什么呀？白菊花、粉菊花、红菊花、绿菊花。随主人就叫菊花、啊、因为你父亲的名字叫于菊，多难说呀，这名字就因为这名字，你爸没有朋友啊、嗯？怎么呢？就想喊他的时候拌嘴啊、嗯哎！对，天天4个丫鬟伺候你爸爸，是吗？清晨起来，4个丫鬟站好了，哦，白菊花、粉菊花、红菊花、绿菊花，哦，整当间是你爸爸、哦、我爸爸坐在菊花中间了，他倒是也没掉下去，掉不下去那个。嗯啊，你爸坐好了，坐着干嘛呀？白菊、粉菊、红菊、绿菊，哎，想我鱼菊。哎呦，早上起来先练功，嗯，来伺候我。怎么伺候？头一件事儿，嗯，拔头发。我都没听说过伺候人有拔头发玩的吗？美人与名将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哦，拔白头发，白头发一根不能有。还这可讲究了，好，老头活得这个细致啊！哦，丫鬟给摘啊，嗯，哦，瞪着一根，有一根了，是拔，嗯，嗨，哎，瞪着头发推脑袋呀，推，这是拔头发呢，这是练铁砂掌呢，这是。四个丫鬟站在4个方向上啊，大嗨，大嗨，哎呀，他爸爸跟当劲儿，哎呦呵，行。这拔完头发散黄了，这脑袋拔完了啊！照镜子一看，特别满意，没白头发了，白头发全没有了，好，就剩2根黑的，梳一中分，蛐蛐是怎么着？两根黑头发还梳一中分，这不就是蛐蛐吗？行了行了，别比划了。啊，都是照镜子很满意啊，
啊，还满意呢。中分是不是显得儒雅一些？怎么显出来？没有那么长。没有，你当知己灵耍什么？我看唱戏的就这样了。不用，俩个。哎，啊，要不要来个偏分？偏分？还扔什么呀？就一根头发还扔过来？哎，背头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背头也不行啊，梳个辫子。两根头发怎么梳辫子呀？搓个绳子也行。啊，真有主意。要不披头散发吧？嗨，看不见。一根白头发不能有，脸上一个皱纹不能有。哎呦，那岁数大了可保不齐。他父亲从50岁，就做这拉皮手术。他那时候就有皱纹。好家伙，50岁啊！他爸爸一照镜子啊，我爸爸东方不败是怎么？干嘛说着说着还兰花指了？干嘛呀？就是这秀气劲儿嘛！哈，让他们秀气干嘛呀？要啊？怎么都有皱纹了？啊，着急哦！他母亲在边看着，嚯、好家伙，哪儿有胡子？小没有，没有胡子、哎，老两口子长反了是怎么着？你爸爸着急，有一皱纹了啊！拉皮手术都知道，是啊，这来一刀往上蹬，就是整容。那会儿国内没个手术，是他爸爸刚50岁那会儿，买张机票奔泰国，说泰国人下手切得干净啊。对，谁说？很，那手术韩国啊，是，改签奔韩国。哎，思密达，受累给我蹬蹬吧。哦，呲儿拉一口，哎、呦，使劲。回家照镜子那开心呢，高兴，真好，啊、哦，一个皱纹都没有、哎，这连嗓子都瞪上去了，这个高兴，到60岁，皱纹又下来了，他又过10年了吗？买机票奔泰国，怎么还奔泰国呀、啊？改签韩国，哎，就直接奔韩国，思密达受累吧，啊，哎，回来，特别好，嗨。一个褶子都没有，哎，行，就别嚷了，高兴啊！到70岁，他爸爸这脸，哎，好嘛，改沙皮狗了，你这没，不是，没有这么严重啊！买张机票奔韩国，对，改签泰国，哎，非去趟泰国是怎么？又回韩国，这思密达你受累吧，啊，这韩国人狠了心，哎，还走走，使点劲吧，哎呦，老来这往上蹬。回家照镜子特别满意，行吗？特别光滑这个脸，那就好。就是太阳穴这一边有一个肉疙瘩，这肉疙瘩是怎么回事？蹬的劲儿太大了啊，把胸口的皮蹬上去了。没听说，胡说八道。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还行了。我是一个小青龙，别配乐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老头会活着。嗯，那个补品吃的呀，哦，营养品呢？那当然，白头发不能有，皱纹不能有，我得活长远点哦，吃点那个好东西，那也是应该的呀。你看他们家有人参，是拿那个红糖把人参浸透了，嚯，滋补自己，这可好东西啊！每天吃两根儿、这是不是有点过呀？这个两根儿一天。吉林野山人参拿红糖把它腌透了，一天吃两根、列位，人呐，大象也受不了啊，多新鲜，没有这么吃的。吃完他爸爸4-5天不上厕所，啊，眼珠子痛红啊，上火，逮谁问谁，嗯，唐僧到哪儿了？好家伙，改妖精了，那走着街上碰见我了，嗯，我说大爷您这状态不对啊，啊，小子我这不上厕所、这个，嗯，我说您张嘴啊。便秘啊？哎，没听说，从嘴里看便秘啊？那个，我一天吃两根人参，是不是少点了？哎，大爷，您别胡来了，您啊，您听我的，您买点香蕉吧，啊，哎，这行，就那个海南香蕉，又大又粗又甜，多好啊！嗯，您试试香蕉。嗯，2天后我又看他了。哦，香蕉管用吗？怎么样？不管用啊！有好几天没上厕所。怎么会呢？不能啊！啊，别人吃完了就管用啊！嗯啊，嗯，吃啊，多新鲜啊！你以为呢？哦，没有，不是这么用的。我要吃这个，就让他买甘蔗了。哎，对，过了那个，跟升旗似的，就不用。
别出这馊主意了。我上那药店，中药店买两个巴豆。哦，大爷把这吃了吧，这是泻药，吃这您这必须得吃点巴豆了。嗯，要不然这坏了。是，真听话啊，睡觉前就把这俩巴豆吃了。那好，但是关键是这些日子睡眠不好啊，他又吃了几个安眠药。啊，买那个强效安眠药，保证睡12个钟头以上的。哦，这巴豆呢是10分钟啊就起作用，然后这一觉12个钟头，正好在12钟头。早晨一睁眼啊，好家伙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坏呀！行了行了，越说越恶心了。您这反正活得在意，他吃补品是为了活得好一点啊。是，有时候也走。生活质量很高，是吗？哎呀，天天早晨就这出啊，嗯、先拔头发。拔完头发之后，大家往外走，干嘛？这一走40公里，40多公里，他就为了上厕所啊！您这越说越不像话。怎么呢？我们这么大一家业，家里就没个厕所吗？那厕所不是改了拔毛那屋了吗？啊，改的那是那屋有块匾，拔毛厅。厕所改的？那是，那就是原来那厕所。哦。所以他得出去上厕所去，最近那40来公里。好家伙，一天一马拉松。那是。拔完毛，老头赶紧往外走。哦，头上戴海龙的帽子。什么叫海龙的帽子？现在都绝了。嗯，西伯利亚极寒地区海陆两栖的几个小动物，哦，它叫海龙。嗯，其实就是海里的水獭。哦，那个皮啊做成帽子，弄水一盆水往上一泼，一个水珠都挂不住。嘿，1950几年北京前门大石这儿有两件宝贝。嗯，一个是同仁堂那儿摆着一个这么大的这么一个鹿茸。镇店之宝，一个就是盛西服做帽子那老厂子，哦，人家那橱窗里摆着一海龙的帽子，真好。1950几年值人民币，值现在人民币30来万，嚯！今天谁有这么一个帽子拿出来，最少100万往上。这东西叫海龙，好东西没有。嗯，他爸爸戴一海龙的帽子，哦，身穿狐素的大衣。什么叫狐素啊？狐狸啊，脖子底下这块皮是最值钱啊，这叫狐素。哦，这件大衣是拿狐素拼的。好家伙，脚上穿鸡皮的皮鞋啊！我都没听说过，这人有穿鸡皮皮鞋的吗？出门就上树，好家伙，抓地抓得稳，反正是有钱。嗯，头戴海龙的帽子，嗯，身穿狐素大衣，啊，鸡皮的皮鞋，好，走街上都看，奇怪，是于谦的爸爸啊！好家伙，海龙的帽子都认识。胡素的大衣，你瞧瞧，哗，鸡皮的皮，人也新鲜。嗯，好家伙，这6月3伏啊！啊，嗯、夏天呐，夏天穿这身出去呀、啊？怕活不到冬天。没听说过，夏天多热呀！也热，里边光屁股啊！这嗨，没有这打扮，光屁股穿一纸尿裤，干嘛还穿一纸尿裤、啊？哎呀，40多里地呢，你别去好不好啊？你穿，经常跟他爸爸跟街上。你除了也聊天啊，挺好的，啊、没事啊，遛弯去，今、啊、儿天不错，这瞎搭个呗哈。是聊，经常他爸爸走着走着就站着就不动了，不动了，这是尿了，啊，尿完了，你看，你这学的还挺形象。经常的，有时我要在街上瞧见，我就等会儿他。啊，你知道啊？你看街上行人都这么走，唯独那一老头跟这儿。就是他爸爸，嗯，还以为祈祷呢。那是啊，嗯，我就跟这等着吧，嗯，等会儿老头儿，哎呦嚯，哎好，嗯，你在这儿呢？是大爷，您这儿尿呢啊？啊，逮哪儿哪儿尿。最近挺好的，嗯，不好，心情压抑。哟，你找人算卦去了？嗨，什么呀？说我115岁有场劫难。老小孩115了，能有什么劫难？算卦子说我115岁那年，嗯，让人把坟刨了。哎嗨，都一那死多少年了？您提这事儿，老头可爱啊，可爱，就说这个意思啊。反正他这个生活态度，我觉得应该支持，是吗？哎，去这一趟厕所，再回来进门，哦，就该吃东西了。哦，还没吃东西呢，这一你想啊，先拔毛，嗯，拔完毛上厕所，哦，跟街上这一番一番的，可消耗体力了，那是那是，鞋抖了呢、啊，连广场舞都搁一块儿了都。回来进门，饥饥渴渴，找4个丫鬟。哦，干嘛呀？吃奶。哦，早上起来要喝奶。
啊，怎么了？不是您别这么龌龊行吗？哪儿啊？怎么了？吃喝牛奶啊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咱俩想的一样。是不一样吗？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这像奶粉呢。别，您就得说吧，喝奶怎么了？喝奶得伺候着呀。喝奶还用丫鬟伺候？好，四个人伺候着。有一回喝奶都受伤了，怎么那么大危险？好家伙，有一回啊，四个丫鬟伺候着啊，他爸爸喝奶，喝着半截儿，这牛坐下了，趴牛肚子底下喝奶去，这玩意儿你受了吗？那是挺危险的。坐下啊，这脸挤了，往起蹬啊啊！你怎么办这玩意儿？所以就伺候着，哦，先喝奶，喝完奶吃饭。吃什么饭啊？早晨一般先吃这个北京名小吃。什么呀？卤煮。哎呦，卤煮小肠。你底下一片叹息啊。有知道的。卤煮北京小吃。啊。出了北京城区一般就很少有人吃了。啊。猪的小肠。嗯、啊。反正乱七八糟一煮搁点蒜哈。啊。弄一大碗骚气轰轰。大早上起来他爸爸。嗯。没有这么大声。嗯。挺爱吃的。啊。到了。中午，中午换菜系了，换什么菜系了呢？炖吊子，那不是换菜系了，就是换大肠了。这个北京人卖猪大肠啊，这一挂拿铁钩一勾，吊起来卖啊，所以猪大肠叫吊子。是炖吊子就是切碎了猪大肠，搁点蒜一煮一大盆。他爸爸中午听这声更爱吃了，还喜欢这个。到晚饭要吃的清淡一些了，清淡的是什么呀？大肠刺身，大肠刺身生吃啊，活猪现宰，要这新鲜劲儿，那错不了哦。把猪捆好了，杀猪的拿着刀跟着等着，嗯，门一开、哦，四个丫鬟先出来，嗯，站两边，后边你爸爸出来了，嗯、就别亮相了，这样的啊，不用不用，这杀猪的宰吗？嗯。嗨，这不捋着头发不会说话，合着啊，就这一刀把猪杀了。哦，手进肚子找着猪大肠。哦，找着肠头出来干嘛呀？找你爸爸那嘴啊。嗯，这是你爸爸一嘴就叼住、啊、哦，全身心的劲儿都搁这儿了。这个嘬呀，好家伙，叼着肠子头往里嘬，那不是吃肠子呢，就是吃肠子里那点猪粪呢。这是吃差不多了，这儿往外夺这肠头、啊，撒嘴，撒嘴，撒嘴你！打什么呀？打谁呢？这是，老，你爸爸这是算是踏实了啊，是很舒服，哎、是省得消化了，嗯，很好，这叫一步到位吃法，没听说过，哎，那玩意能吃吗？睡觉前要再吃一点夜宵，哦，还夜宵？哎，快睡觉，换上睡衣睡裤了啊！老头坐着，是拿那个榴莲来。哦，要吃点水果，吃点榴莲。嗯 嗯，不要那个冰箱的那个，受不了。怎么了？小孩们瞎吃榴莲，搁在冰箱里边啊，凉的，吃完了伤胃啊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，他们都说微波炉打完的榴莲是栗子味的。哦，打完之后我这么一闻呢，栗子味的，屎味的，哎，没法好得了。端上来了，嗯，还真吃。那、哎、真是屎味儿的，那就别吃了。那谁让你这儿鉴定来了？哼哼哼哼，可是爱吃屎。高兴，高兴、嗯。把那个鸡蛋盆给我端来。哦，还得吃点鸡蛋啊。煮了一盆鸡蛋，那么些个，连汤带水端来，搁在这儿、啊。嗯，这鸡蛋一般人吃不了。怎么呢？童子尿煮鸡蛋。童子尿煮鸡蛋，有这么吃的吗？浙江东阳，就拍戏那横店啊，那个地区的人吃这个。童子尿煮鸡蛋，春天吃，人家是，哦，找那个小孩四五岁的小男孩撒的尿煮鸡蛋，吃完了不长毒疮，夏天不中暑，啊，有的讲究这个，但是太小众了，哦，就那点地儿人吃，嗯，他父亲把这学来了，要吃这个，回北京我要吃这个童子尿煮鸡蛋，尝尝也无所谓，鸡蛋好买，童子尿难学呀、啊，怎么难学？哪方前跟前没有这么些小孩啊？哦，后来他爸爸想了想，嗯。怎么着？谁当年不是童子啊？没听说过，当年是童子像话吗？
把自己那些老哥们都请来了。是啊，75的、86的、92的，好家伙，坐轮椅的、抬着来的都各式各样。哦，弄一桶搁这儿，老哥几个尿吧，尿吧，敞开尿吧，把这儿当公共厕所了。好家伙，这帮老头尿了一个月才尿了一桶，怎么那么长时间呢？前列腺都毛病。好家伙，凑够一桶先过滤。过什么滤啊？有半桶结石啊。哎呀，先去治病去好不好？煮一大盆鸡蛋，就这点尿，哎，端到这儿来，这一大盆，热气腾腾啊！嚯、哦，老头儿吃的这个榴莲，啊，谦儿给我包鸡蛋，嗯，我还得给包，大孝子啊！好家伙，我就闻都闻不到，好，那好，嚯、啊，好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吧！老头儿，这手鸡蛋，这手榴莲，哎呦，呵，好，嗯，这玩意儿入药啊，还入药呢，这专治嘴里没味儿，哎，对。吃高兴太好，吃完嘴里就有味儿。哎，谦儿、啊，你别光你来俩鸡蛋吃，也让让我。谦儿乐坏了，别吃不了吃不了，这咽不下去，吃不了。我喝点汤吧。对，去。